不同级别市场参选人消息的三号暗时成立竞选总部，企业界的小伙面担任引路主委，前局长蔡桂熙是顾问团的总团长，机关黄秋泽担任总干事，一旦恭喜萧家班大集合，要争取到市场选举的胜算。以无同级投入市场选战的消息咧，三号暗时举行盛大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吸引万人到场参加，现场动算声不断。小小的竞选总部成立，主打拼经济、顾社福、活力王嘉怡。小小的强调伊来自基层，知影基层的辛苦。嘉义市经历当年的政党恶斗，三届政党轮替之后，人民生活看袂到改善。因此，伊即届替党宣布出来参选，就是要甲民众做伙拼经济，让嘉义不必受限党意，以满足市民需求为重点，恢复嘉义市无党执政的公允。真侪咱的乡亲拢是徛伫遐，用行动来甲小小的来甲我加油，来甲我鼓励，我感觉非常的感动。这就是民主的精神，这就是代表真真正正的民意。所以未来小小的一定会认真，一定会拍拼。在大会上，竞选团队、市政顾问团、奥运会、青年军等团体，分别由邓庆田主委和萧惠敏主委共同授旗，委托各团队选战的重大责任，并强调争取胜选是唯一目标。而在竞选总部成立之天，有来自各界以及重量级人士，会场人潮满满，动算声不断。等现无当一市场参选人小小的高人气，小小的也希望市民会使继续支持小天，可以有机会为民众服务。新闻调频界市采访报道。